大家好，我是三平，今仔日是2019年8月15号，中元节。那8月份也是八八节，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礼物，叫做这个。等一下，那这个叫做灵骨，巴西灵骨，那很特别，那很简单，打灵骨很容易入门。可是要难很难，我即摆就是讲，今仔日头一摆来试这个灵骨，因为前两天我咧网络看到，看到讲哦，拍这灵骨会使拍到足精彩就对啊但是我今仔去买的时阵才发现讲，头家甲讲这足困难足困难，后尾拍好无简单，所以我今仔日中元节。买一个礼物送我家己，这就是灵骨吼，我先试看卖啦吼，这就是安尼吼，就是安尼，来，我即摆是初学者，做一个记录，啊嘛，甲人拍安尼啦，尔，无要紧。今仔是一个纪念日，家己做开始，欢迎大家来耍。这叫做巴西灵骨，你看，有，OK。